他说不能吃，你可以拔，你可以拿一块，拔一块。不能吃，这还没有煮熟啊。你看老师拿掉很多，你看。可是我可以自己煮熟吗？你看这里，哦，你看有。哇，又有一个了，你来一个吧。还有一个耶，你要什么颜色的？你拿粉红色的吗？你要什么颜色？